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793页第四行，课题昼夜一念。请看经文：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昼夜念佛。经云：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。天亲菩萨往生论列无念门啊，这是天亲菩萨修净土的功课。第一个呢，礼拜门；第二个，赞叹门；第三个，作愿门；第四个，观察门；第五，回向门。我们把这个无念呢都念下去。论云：云何赞叹？口业赞叹，称彼如来名。这个赞叹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又比观察呢有三种，何等三种？一者，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；二者，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；三者，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。啊，经经所云，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正是第四观察门，或见可念，再见第二赞叹门。如是观察和赞叹，昼夜相继过云，昼夜思维等等。这一段注解我们有参考资料，在第五页。三藏法书里面记录下来的啊，出无量寿经论啊，
第一个，礼拜门，为修净土之人清净身业，面对阿弥陀如来，一心翘起，恭敬礼拜，愿生彼国，使名礼拜门。对佛的真诚恭敬啊，怎样表现出来呢？在礼拜啊，身礼佛，口赞佛，称念就是赞佛。发愿求生，相续不断啊，这是修净土的功课啊。那么礼拜一定会供养佛像，供佛像呢非常重要，是我们心念集中的处所，佛像要慎重去选择。选择一尊佛像之后，希望这一生都不改变。啊，我天天看他，天天想他，要把他看作真佛来看待。啊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跟你天天所看到的像是一模一样的。啊，要知道佛没有像，佛的像怎么现的？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啊，楞严经上说的，众生想什么像，他就现什么像。啊，所以我们不管是画的像，是雕塑的像，你天天想他，天天看他，哎，到临命终，他真的来了，非常亲切。啊，如果他来的像跟我们供的像不一样，我们会怀疑，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实际上佛像没有真假。哎，就是你心里天天想的样子，它就现前。啊，这个对于我们帮助很大。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，啊，家里供的是塑像，出去旅行携带不方便，照相。啊，那照相就是这个画的这一个像的分身，它也能分无量身。啊，我们处处都供养，就供养这一尊像。啊，我供养一尊是白瓷的，后面我用蓝底。啊，这个佛像供养几十年了。啊，有三四十年了，这佛像啊，所以非常熟悉。走到任何地方，我们都把这个佛像供起来，我们供照片，携带方便。啊，每天要礼拜，礼拜是一种运动，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啊，五体投地，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正确啊，你越拜会越欢喜，越拜信心越足啊，所以这个是礼拜门
修净土，只有一个愿望，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希望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什么时候去呢？越快越好。啊，可是我们要听佛的教诲，佛让我们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我们也不推辞。佛现在带我们去，我就跟他去。啊，一切佛作主张，佛为我们安排，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。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一切顺从佛安排，这就好，比什么都好。第二呢，赞叹门，未修净土之人，清净可业，称赞如来名号功德，光明智相，如舍修行，求生别国，这是赞叹。啊，门是门道，也是方法。你修净土，用什么方法修？啊，我用礼拜，我用赞叹。啊，但是三业都加上清净，这清净两个字是关键。啊，怎么叫清净？我们这部经的经体上，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啊，这是修净土清净的三个标准。清净没有染污，自性本来是清净。慧能大师开悟，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用5句20个字来描绘自性的样子。第一句就是说，本自清净，那本来清净。何其自信，这是一句问的话，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啊，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，这个不是妄心啊，见性就是见到真心，所以叫明心见性啊，真心就是佛，就见心成佛了。清净心是本有的，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被染污不是自性，这个要晓得。被染污的是什么呢？是阿赖耶。阿赖耶被染污了，被什么人染污了？被摩那染污了，啊，摩那是一根，第六是一识，这个根是染污，它的性质就是染污，啊，头一个染污就是认为有一个我，我有没有呢？有。你认为这个身是我，错了。啊，什么是我呢？见了心的人就知道了，把真正我找到了。我是真心，我就是自信。啊，见性，那真的，宗门所谓，父母未生前
本来面目啊，你把它找来了，本来面目就是佛啊。所以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说的千真万确，真的本来是佛啊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大乘经教佛常说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对，一念不觉，不觉就叫无明。明是觉，明是真心起作用，不觉是妄心。是什么呢？阿赖耶啊，阿赖耶是一切虚妄的来源根本啊。那么这一念不觉呢，下面跟着念念都不觉，这就麻烦了啊。念念不觉的时候，他就产生了摩那转识，七种转识。第一种是摩那，第二种意识，往后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啊。识简单的讲呢，就是感受啊。前五识是对外的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接触啊，意分别，莫那这种啊。摩那是染污的根源，你看头一个我见这是染污的根本，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。我是什么意思？佛经里面有很多解释，主要的解释两个，一个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啊。这两个意思在我们身心里面都找不到啊。主宰是自己能做得了主，我自己能做得了主，我希望我年年是吧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啊。啊，我们身体科学家告诉我有60兆的细胞，而这个细胞的时候每一个念头都有新陈代谢啊，也就是老的细胞啊死了，心地细胞补充，每一秒钟都在新陈代谢。我希望它永远不代谢，行不行？办不到啊！这个办不到就是没有主宰啊。主宰这个定义，在我们身心念头跟物质的身体里都找不到。啊，第二个自在，那更不必说了。我们心里想干什么事情，总是困难重重，哪来的自在呀？
啊，我不希望有烦恼，烦恼绕着围绕着我。啊，希望在清净，清净永远得不到。啊，不能不随顺环境。啊，佛教我们随缘，没有自在，做不了主。啊，那么这个意义里头，我们就真正体会到贪嗔痴根本烦恼，他就跟着我这个妄念呢一起来的。你看，莫那是四个东西，第一个是我见，认为有个我；第二个呢，我爱；啊，第三个我慢；第四个我吃。啊，慢就是嗔恚，啊，爱就是贪，所以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是跟我同时发生的。啊，医生，你能不贪吗？你要是不贪，最低的标准，你是原教初住菩萨，是别教初地菩萨，才真正没有贪嗔痴啊！啊，别教初地以前，三贤菩萨，别教的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。啊，原教初住以前，是实地实性为菩萨，从初心到实性，哪有不贪的道理？啊，贪嗔痴统统都有啊！啊，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说得非常清楚。啊，真正断掉了，那就是转八识成四智，贪嗔痴没有了；转莫那为平等心智，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心智。啊，相宗的修学，法相宗，啊，法相为识，就是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就成功了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，直断见思，尘沙无明未断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断分别无明，真法身就超越十法界了。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这叫法身大士。啊，他们没把事，没把事，他们不迷了，真正就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说他是什么？叫相似即佛。啊，相似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不是真的？他还是用阿赖，没转成智，用阿赖，用阿赖耶，用的最纯、最正，就是他没有用邪，没有用错。那是什么呢？完全依照佛陀教诲去做，佛所讲的
他都做到了。所以相似即佛，好像佛，不是真佛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用真心，用真心就是真佛，用妄心就是假佛，不是真佛。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所以就会想到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包括我们生活，一定要学会用真心。用真心呢，我们的生活是佛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是佛的行为，叫真学佛了。快！念佛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，也很快就圆满了。所以要学会，要有这个胆识。不怕上当，不怕吃亏，不怕别人害我，不怕别人骗我，什么都不要在乎，我用真心。知道别人用假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他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去做佛，他要搞轮回，我们两个走的不是一条路子。搞轮回用妄心，我要到极乐世界，我用真心，这个要看呐。迷的人呢，他糊涂啊，他想错了，做错了。他对我们好像有伤害呀。那我们明白了，不糊涂了。他伤害我，我都要接受啊。就好像他本来是个明白人，酒喝醉了，发酒疯，干什么坏事都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他不正常嘛。正常的人要让不正常的，正常的人跟不正常人也打架，你说那就完了。那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吗？那也变成不正常了。所以要学会用真心，用菩提心。真心是什么？经上一再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菩提心就是真心，菩提是觉悟。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这五个字就是菩提心。也就是我们对一切人事用清净心。清净心怎么用？美国休兰博士到我们这来访问，告诉我们那个就是用清净心的方法。他不是学佛的，他不懂佛法。他给人治病用意念。我问他，你治病根据什么理论？什么原理？他就讲了清净心。什么叫清净心呢？把我们心里头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把它清洗干净，清出去，然后再把善的念头、好的念头也清进去，善与不善统统清出去了，心就清净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不善染污你，善也染污你。你看呢，你的善心感的是三善道，恶心感的是三恶道，善心恶心造出六道轮回。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，善与不善统统清出去，清净心现前。
啊，清净心的能量可大了，六道众生什么毛病都能够治好。啊，这个是修兰博士治病所依据的理论。啊，他说出来，我相信，我肯定真的，没错。啊，那比清净心更高一层的平等心要修。平等心没有分别。啊，应该怎么修呢？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个人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要把所有一切人事物都看成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给人打招呼上阿弥陀佛，他真的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决定不是假的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我知道。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，我们生在阿弥陀佛心中，我们生在阿弥陀佛身中，我能不生极乐世界吗？不可能啊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啊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啊。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通通是阿弥陀佛变现。啊，让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成就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事情没人能障碍得住我，谁也拦不住你啊。啊，要真干！啊，要能万缘放下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，亿万财产假的，绝对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待人要厚道。啊，有很多人为富不仁，啊，对下人刻薄，刻薄造成了。造成怨恨，那个怨恨造成了生生世世的麻烦。啊，给人多一点，让他欢喜。啊，不解我缘。啊，刻薄，我们并没有占到便宜。真正占到什么？占到是人家怨恨。你说多麻烦，为什么不叫人家欢喜？啊，身外之物，尤其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越失越多啊，不是说失了就没有了，越失越多。啊，张家大师62年前教我的，啊。教我这三种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因为我这三样都缺。啊，最缺的是财，命里没有财，啊，寿命短，啊，还好的，就是还有一点聪明智慧，还有能力辨别是非利害，有这个能力。老师教我。修三种布施，得三种果报。啊，修财布施得财富。啊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。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我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在外面
参加许多活动，发现很多童年的他们身体都不如我什么原因呢？无微不至。他们没有注意到，老师叫我修，我真修啊。才确确实实的，才用没有缺乏过。虽然不多，够用了。要办事需要财，他就来了。确实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千万不要急，急财伤道。很多人不知道做人应该大大方方别人有困难，要诚心诚意帮助他。讲为什么？将来他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。培养一个法师成功了，将来这个法师一生修行、讲经说法、度众生，种种功德，我有一份，我成就的，我有一份，那就是我的分身，不吃亏呀，便宜可占大了。可惜就是没有人懂，他没有看到，他要看到，他会去正干。我们要制造分身，要制造化身，越多越好，才能够广度有情。理统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障碍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清净，这前面呢三门都讲清净身业、清净口业、清净意。清净两个字是关键。一定要清净心。再提升到平等心。有清净有平等，那个觉就冒出来了。觉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原理原则真通达了，就应该要知道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为什么？这都叫扎根，根越深越好，越厚越好，根深蒂固啊！将来发出的力量、能量不可思议。一定要到大彻。彻悟之后干什么呢？广学多闻。为什么？普度众生，众生根性不起，千差万别，你怎么样应付它？你要广学多闻。广学多闻不是现在，
现在光晓得学一辈子，学得很有限。一万年的东西，你要学一万年才能学得好，你哪有那么长寿命？中国累积下来，不要说别的，这部《四库全书》5000年累积的，你能都搞清楚、都搞明白吗？不可能。用什么方法能把它都搞通、都搞明白、都成功呢？我们对这个秘诀知道的太晚了。如果小时候就知道了，就遇到这个善知识啊来教我们，我们就成功了。我们到晚年才知道。那就是一步进，一门深入，钻到底，钻透了，通了，通到哪里了？所有全通了。好像一个圆球，你从一个地方钻，不要搞别的，角度要放好，正，正对中心，挖到圆心，全部明白了。它通从初心圆心出去的，没有到圆心，你是一步到圆心全通。清净挖有一定的深度，平等更深了，觉就到心了，到圆心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完全通达，没有一样不通。你问什么他都知道。所以禅宗不准看经典。什么时候看经典？开悟之后，大彻大悟你看经典。这一部大藏经需要多少时间看完呢？一般讲3个月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，3个月通了。龙树菩萨是最好的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，离见性，一切法自然通达。这一部经，你看看《坛经》上所说的发达禅师，用了10年的时间，专攻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到曹溪去见六祖，礼拜头没着地。3拜头都没着地，六祖看到了，问他，起来问他：“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里面没头没着地呀、他就说了：“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多遍。”六祖，《法华经》讲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转过头向六祖请教，这个经我没听过，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看东西。听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他念到第二品，方便念到第二品。六祖说：“行了，别念了，我全知道了，你就知道。”一部经啊，念一点点全就知道了，哪有那么麻烦呢？跟他讲《法华经》大义，他开悟了。他能够开悟，是因为有10年
三千多遍的基础，他得定了。入法华三昧，六祖一说，马上就开悟了。他要没有十年的弟子，他开不了悟啊，他怎么可能呢？法华经长啊，虽然只有七卷，长卷，一天念一部吧。三千多遍的时候，要十年的时间。得法华三昧，没开悟。所以从六祖这个例子，我们就通达了。这一部经，念几句就行了，不要念全部啊。五祖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了，后头不要讲了。那打开经文看看，大概才四分之一。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多字，才讲1000字的呀，他就开悟了。你才晓得佛家教学方法之妙，妙到极处啊，无与伦比呀！所以到中国来之后，儒采纳了。道也采纳了，儒家跟道家那些真正的学人，他们下功夫一步，一步进，学艺的。一步一进，学诗的一步是进。四库里头，随便哪一步，你喜欢的，你爱好的，懂不懂没关系，就去读，不必懂，你就念。一遍一遍的念，一年到头念，念到10年，自然通了。不定是什么缘，一接触的时候豁然大悟，一个道理，不一定是经啊。这个宇宙之间一切的一切，全是自信流出来的。经也是自行流出来的，经能够帮助我们开悟，什么都能开悟。这个理一定要明白，明白之后我们就相信了，我们走这个路子肯定走得通。特别在这个时代。传统东西丢掉200年，我的上一代还沾到一点边，传统点边缘，我这一代边都沾不上了，没人教了，那我下一代的时候，我跟上一代比不上，你们跟我学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超过我？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秘诀，这个秘方，你用这个秘方，不但你超过我，你超过历代的祖师。我们的社会需要大彻大悟，需要明心见性的老师，佛法才能救我。光是广修多闻没用啊，这即问之学。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几千年前，古人就说这个话了。你念得多，是这个读得多没用啊！你没开悟啊！要开悟才能救这个世界，不开悟救不了啊！
开悟从哪里？从清净平等觉。你不行清净怎么行呢？啊，要清净就得彻底放下。啊，不怕饿死，不怕冻死。啊，不怕人害死，什么都不怕。啊，你才能回到清净心。这才管用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到这个年龄了，生在这个时代。啊，走清净平等觉来不及了，那至少得十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打发，把心收回来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们搞清净平等觉，到阿弥陀佛那去搞，在此地不搞。啊，年轻人，啊，三四十岁的人还有指望，四十以上难了。我们跟李老师的时候，李老师四十以上不收了，你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很难改。吸气不容易开啊，四十以上的来旁听，不叫你了啊。我跟李老师31岁还可以啊，这个清净是个关键。我们用清净心礼佛，用清净心念佛，用清净心发大誓愿。啊，这个第二赞叹门，赞称赞如来名号功德，光明智相，如舍修行。求生彼国，赞他们。那这个赞叹里头，发愿就是求生彼国。啊，下面作愿，为修净土之人，清净意业，发大誓愿，如实修行什么他？什么他是梵语？啊啊，这里挂五有解释，什么他？华严智，为止息散乱之心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放下。什么？他就是放下啊。下面毗婆舍那就是看破，看破放下了。你不放下了，心就不清净了。这叫真功夫啊！记得很多很多，不是功夫啊。那放下是真功夫，看破是真功夫。啊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，从初发心。到如来地啊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。到如来地就彻底放下了，彻底看破了，彻底看破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彻底放下，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，心里没有一丝毫杂念啊，如实修什么的，真放下身心世界，
一丝毫不染着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啊，你面对对着电视，你看它，啊，它里面很多人事物也显示有金银财宝，你想不想要它的？不想，为什么？拿不到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现实的世界的时候，你能都把它看成是电视的画面？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它生灭的速度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秒钟1600兆的生灭，根本就不存在嘛。啊，普朗克研究的结论，总结，啊，整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他说的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你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啊，六根可以接触它，你别打妄想，什么妄想？我想拥有它。我想得到它，这就是妄想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身没有造业，念头造业了，意造业了。啊，意造业，身跟口就连带造业。啊，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换一句话，佛教给我别当真，这就是真实教诲。啊，帮助众生是随缘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就不做。不要攀缘，随缘，随缘不造业，攀缘造业。啊，没有这个缘，我要制造个缘，制造缘造业。啊，随缘消旧业。啊，攀缘就有灾难。啊，所以要放得干干净净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表法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这是表法。啊，放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是这个意思。啊。这实质上呢，是心上放下，不是事上。事上没关系，事事无碍呀，理事无碍呀。所以他那个表演，那是教学，教学的方法啊，让人看到了，有所启示。啊，有所感触，然后再深一步，有所觉悟，全是手段，手段用得非常高明。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啊，有人怀疑啊，成佛，成佛怎么这么可怜？啊，你个医师都不完全。
那佛在经上说的成佛，佛都是住的，都是宫殿、楼阁啊，坐的椅子是七宝啊，装饰的。那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那么佛就叫他看真。啊，佛在那里盘腿坐在那里，把两个腿松下来，脚趾按到地下，整个大地变成琉璃。啊，看到佛坐在金刚宝座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十宝图。十宝图在哪里？佛所享受的是十宝图，给你看到的是同居图。十宝图肉眼看不见，佛用神通显现出来，让你看一看，你相信了，你不再怀疑了。啊，那个十宝图是不真的了，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只要是相，就是虚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？常寂光是真的。常寂光是大光明藏。啊，有没有物质？没有。没有物质现象，有没有念头？没有。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。有没有自然现象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光明。所以成佛，证得究竟妙觉果位是什么境界？常寂光，常永恒不变。即清净即灭，光明遍照。啊，在哪里呢？一切处，一切时，无不在呀、啊。就在当下了，我们在佛的常寂光当中啊，没有离开常寂光啊。啊，我们的常寂光跟如来的常寂光是融合在一起啊。我们就是没发光啊，等于是灯一样，十几盏灯，我们的灯没有暗下去，灯里头没有我们的光，但是光里头有我们，我们身是灯，有我们的，我们这个灯没有点亮，所以佛眼睛看到我们，他是一盏灯，你也是一盏灯，他的灯亮，你的灯黑的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本来是灯嘛，个个都是一样的嘛。我是灯，你也是灯嘛。我们把灯换成佛，啊，我是佛，你也是佛，确实是一样的。啊，你现在在迷嘛，我在缺嘛，缺就放光嘛，迷就黑暗嘛。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你什么时候放光了？光光融在一起啊，所以智慧能量啊，才艺相好啊等等，一切诸佛都相同，那都是光，都在光里头，光光护照，完全相同啊。妙觉果位就是融入常寂光，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真是一体，怎么分你都分割不了，光跟光融在一起，一片光明。啊，从哪里下手？要从奢摩他下手。啊，奢摩他就是放下。
啊，开始从放下下手，啊，求生彼国。我们今天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是成佛最快的一条道路，没有比这更快的。啊，我们走上来接近，走上接近还不肯放下，这个路你未必能到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可能有变化，如果真的彻底放下了，最后一口气没有变化，你决定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心净则佛土净，要记住这句话啊，清净平等就摆在经体上。清净心是佛，平等心是佛，觉是佛啊，这是因呢。果报呢，是经体上半段，大乘是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大乘无量寿是德。啊，庄严是相好，智慧德相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平等的。啊，真心平等，自信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我们也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点，别人不如我，这个念头造业啊！这个比较、分别比较是烦恼习气呀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会障碍你往生啊，赶快把它放下。啊，与一切人千万记住，绝不结怨仇。啊，一定要想到，对方是一尊佛。如果你修净土，更亲切地告诉你，那个人是阿弥陀佛。我对他恭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敢疏忽？再看第四，观察门，未修净土之人，用观观察三桩事情。啊，这三桩事情，第一桩，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，这往生论里头的天亲菩萨的十七种庄严。啊，我们在前面都学过啊，这十七种庄严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，这个生活环境、修学环境不能不去，极乐世界。如其说它是个故土，我们往往呢把意思错会了，以为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应该说什么呢？彼佛道场，极乐世界是道场，不能叫故土。那故土里的国王啊，其实世界没有国王，极乐世界没总统啊，没有上帝，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，
啊，没有这种各行各业，没有。啊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学生是这些菩萨，通通都是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往生的，极乐世界没有土著。他这个世界见证之后，都是外面去往生的，啊，诸佛如来接上去的，啊，这里都没土著，啊，所以用道场啊，比佛道场啊，我们更容易接受，容易体会，功德庄严的，不可思议啊！庄严在哪里？六尘说法。你在极乐世界想不成就也不可能啊！不管你到哪里，你眼看的是说法，耳听的是说法，鼻闻的是说法，啊，六尘全说法啊！说什么法？你学哪个法门，他就跟你说哪个法，让你日夜熏修，没有一个不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法门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会有无量法门。啊，因为这个念佛法门不一定是喜欢的，我还喜欢华严，到极乐世界听的全是华严。啊，喜欢法华，到极乐世界你所接触的通通是法华，妙不可言。啊，无量法门在极乐世界通通展现出来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建立的佛教大学，什么科系都有。啊，喜欢学什么到那里都满你的愿。啊，阿弥陀佛亲自教你，那么多人个个都亲自教，对，阿弥陀佛分身，分无量无边身。每个身都在盯着叫你，啊，你是阿弥陀佛亲自传的，你说这条能不去吗？啊，你要真正知道的时候，你不想往吗？没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。佛法摔到基础了，啊，任何一门我们都知道，都要断烦恼。啊，都得要苦修，唯独这个法门，待业往生。啊，只要你一句佛号，把烦恼扶住。让清净心出现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伏烦恼我们做得到啊，断烦恼我们没有把握，断不了。烦恼习气真的是太重。啊，就观察生活环境。学习环境，故土功德庄严。那么第二呢？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，观察老师。这个老师无量智慧，无量神通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全知全能，一点不假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成就跟老师完全相同。啊，决定不会给老师逊色。啊，老师还比我强一点，没这个道理。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
啊，要证得圆满的自信。啊，圆满是真平等，不圆满就不平等，圆满就平等了。啊，那么第三，观察比菩萨功德庄严，观察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，品类不齐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，最低的有无间地狱。啊，差别太大了。我们是从十法界的人法界去往生的，啊，但是到极乐世界，一切受用完全平等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本愿里头有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啊，只要是往生，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啊，大彻大悟，这叫阿惟越智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都像慧能这个级别。啊，慧能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如实修行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是观，啊，就是看破。啊，看破是什么意思呢？彻底了解真相，这就看破了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一些量子力学家像普朗克这些人把宇宙之间物质现象看破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在等待，我相信10年20年啊，精神现象呢会看破。啊，50年，我相信自然现象会被看破，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科学家把它证实了。啊，这个是佛在大乘经上说过的，用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，它所缘的境界非常广大，与六识相应的51个心所，啊，佛说它对外能缘到宇宙的边缘，对内能缘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那么三细相第一个境界相被它揭穿了。啊，相信下面转向啊，跟业相也会被他发现啊，这样就佛法变成高等科学了啊，不再是宗教了啊。那么人们反对这佛法，宗教的佛法他可以反对，科学的佛法了，他大概没有办法再反对了。啊，科学家证实了。啊，看破，求生彼国，这叫观察门。下面第五，回向门，为修净土之人，观察一切世间苦恼众生啊。
愿同生彼国土。啊，念佛人要有这个心量，我自己同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人跟我有怨，我不喜欢他，最好他别去。如果有这个念头啊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大慈悲心啊，你不能慈悲啊，这个人害过我，伤害过我，这个人给我有仇，我怎么可以让他到极乐世界去？那你们两个冤冤相报，在六道轮回去不了啊，要把那些冤仇一笔勾销，若无其事啊，我们同一个自信，我们现在同时阿弥陀佛弟子，我们两个要吵架，阿弥陀佛把我们两个开除掉啊，所以决定不可以啊。啊，要所有自己功德善根，现已回向一切众生，共证无上觉。这回向文啊，啊，把自己的功德善根回向这些冤亲债主。啊，我天天回向，我那里供了很多牌位，很多的人在陷害我的，啊，回报我的、陷害我的、障碍我的，我都跟他供牌位。啊，有对我有恩德的报恩，啊，冤亲债主供牌位的时候不是抱怨。啊，是希望阿弥陀佛加持他们，让他们觉悟，让他们回头。啊，大家念佛同生极乐国，冤亲平等啊！啊，这就是修行功夫，没有怨恨。啊，下面是从佛学大辞典揭露的，是净土论所说的。啊，净土论是天亲菩萨，啊，其实跟上面揭露的不一样，我们也把它念一念。啊，念阿弥陀佛五种之门。第一个礼拜门，以身业；二向阿弥陀佛之形象礼拜也，这说得很清楚，很白。啊，第二呢，赞叹门，以口业而称阿弥陀佛之名号。啊，称名是赞叹，称名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为什么？把阿弥陀佛名号传递给别人啊，他就是不信佛，他听进去了，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，将来来生后世遇到缘，他相信我们给他下种子啊。第三，祝愿门，一心愿生于彼国啊，要真心，绝不贪恋娑婆世界，啊，娑婆世界你的亲朋好友应该劝他们往生极乐世界，
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真的永远在一起。啊，这个世界，一个轮回，彼此都忘掉了。见面都不相识了。啊，第四，观察门，以智慧而观察土，十七种庄严，佛八种功德，菩萨四种功德。啊，这就是往生论上所说的。这边记录的，值得参考的是后面这一段：无回向门，愿以极致功德，回施于一切众生，彼此皆成佛也。中国古人呢，有说，说的是真话。我们不但要记住，要奉行，对自己有大利益。啊，这个话就是量大福大。你有多大的福，你是有多大的量。啊，量是因，福是果报。啊，量小，福就小；量大，福就大。阿弥陀佛的佛最大，为什么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个众生都不漏，我都要帮助你。啊，你不接受，他慢慢等。啊，什么时候接受，什么时候帮助你，绝不泄气。这个要学啊，我们要求福求慧，福慧双修，福从这来的啊。虽然是福，这个福要帮助你开智慧啊。心量小的人智慧也小，心量大的人智慧也大心量太重要了。门为出入之意，前面四门为入于安乐净土之门。从礼拜到法院，生净土啊！啊，后面这一门呢是出利他。教化之门呐、啊，啊，回向是利他教化之门。我们自己有的不独享，让一切众生通通来享这个福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净土论语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无念门，行成就。啊，这个五念门修成了，彼见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。啊，告诉我们，这五样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是天亲菩萨修净土的扩诵，早晚扩诵，以这个方法修，决定成就，他已经成就了啊，所以我们也决定会成就。啊，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修到此地。
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：智心归一啊，智心是一心，是真诚心啊，真诚心真的回头，我依靠他。就依靠啊，这一部经；就依靠啊，这一个注解。我们发愿，做夏莲居老居士的好学生，做黄念祖老居士的好学生。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导师，带我们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这个经本带着。啊，时时刻刻，无论翻到什么地方，看一句，看一段。不定什么时候开悟了啊，触动很难讲，豁然大彻大悟啊，不要离开身体，顶礼供养，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，供养当中的第一供养，真供。啊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。论云：云何礼拜？深夜礼拜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如来，应真遍知。这是如来十号。啊，为生彼国一国。我心里想着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又皈依就是皈命，啊，皈命的意思比皈依意思要深，啊，但是可以通。往生论注里面说，故知皈命即是礼拜，然礼拜呢，但是恭敬，不必皈命。皈命里面决定含着有礼拜，礼拜未必是皈命，这样皈命必是礼拜。若以此推呀，皈命为重啊。经经云：皈依典礼，佛是智心，智心真诚到基础啊。那么又兼供养，迷信精诚到极点，到基础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；一切法供养中，又以儒教修行供养为第一。啊，佛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做，这叫真供养。这叫第一供养啊。那么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
以及在往生正因里面教给我们的，修十善业，十善业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又给我们讲无念门，天亲菩萨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依教奉行的都是属于真供养。啊，那么在外对外，弘护。建筑啊，这是真实的大供养。我们真供养的要表现出来啊！现在我们碰养的机遇到的机缘啊，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。别人没遇到啊，我们所遇到的是佛法念念存亡极绝的边缘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把佛法救起来，把佛法传下去，这个功德超过任何历代祖师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祖师没有遇到这个缘，遇到缘他会修，我们遇到有这个缘，要真正发心，舍弃生命无所谓呀。我为护持正法而死，值得。死了，决定到极乐世界，值得。啊，怎么知道？我们发心佛菩萨加持呢，他助缘现前。如果没有助缘现前，做不成功。你虽然有心，力不足，这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没帮助啊。今天我们遇到缘了，斯里兰卡的总统缘，佛教的缘，啊，马来西亚的纳吉首相是全球宗教的缘，啊，他们肯发心护持。缘成熟了，我们相信缘不是偶然的，众神的愿望，三宝的加持，否则哪有这么殊胜？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妙果，果报太妙了，往生楞严。那么经文念一念：世人临终，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
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啊，解里头说，往生乐园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无念门心成就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文刚才我们读过，妙音感过，是故临命终时，蒙佛本愿加为，加是加持，为是为神，慈悲加佑，啊，又是保佑，令心不乱。这段文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《小本弥陀经》说的一心不乱，鸠摩罗什大师翻的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是一心息念，不一样。啊，一心息念是世尊原来的意思。啊，罗什大师把它翻成不乱，它是意，不是旨意。啊，玄奘大师是旨意，完全照经文。啊，但是罗什大师的意思好。啊，但是一心不乱难呐，不是一般人能修到的。啊，是一心离一心，乃至于功夫成片，都不是普通人。啊，那么这样看起来，往生不容易啊。啊，罗什大师翻成一心，他有他的道理，不是随便说。我们只要念到功夫成片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就叫功夫成片。这个我们做得到啊，我们真放下。啊，这个境界在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，先放光，放光加持你，佛光一照，你的功夫提升一级。啊，功夫刚刚成片这一点点，马上就提升到一心。所以他说一心不乱不是假的。啊，是阿弥陀佛在临终时候加持你，把你提升了。啊，那如果我们念到真正上品功夫成片，佛一加持就是四一心不乱，念到四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佛光加持就到离一心不乱。啊，经里面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到。啊，所以佛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呐。所以你往生的时候，没有一丝毫恐怖，啊，惊慌恐怖这个现象没有，平平安安，若无其事。啊，说不惊，不惊慌失措，不怖呢，不畏怖恐惧。没有这个，啊，不颠倒，心不错乱，啊，
一佛就心里想佛的这个正念依然现前啊，我想佛，佛真来了啊，天天看他的相，现在真的来了，感到无比的亲切欢喜安慰也啊，欢欢喜喜跟佛去了，这往生了 啊本品经文魏延临终见佛啊，在这个经上没有看到临终见佛，但既得往生，则佛必然来也啊，这是佛的本愿啊。那我们也许会想，在这个法界虚空法界里头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际，太多太多了，每一个佛世界佛都在那里介绍极乐世界告诉大家，所以每一个世界发愿往生净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！这十方世界每一天到极乐世界的人人潮啊，太多了，阿弥陀佛能忙得过来吗？我们都替他着急啊，这个妄想是多余的啊！为什么？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一个分身去接引他，阿弥陀佛的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，还在那里讲经说法，分身去了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，你看阿弥陀佛有个本事啊，分身去接引往生的人。哎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也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也能够分身无量无边啊。我们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，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啊，拜佛供养修佛，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啊。你就晓得极乐世界的学习环境不可思议啊。什么时候你有能量同时让一切诸佛都教你，你没有障碍，只有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一天所学的、所修所学的功德智慧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做不到这地方，能不虚吗？你的缘太殊胜了，你这一生怎么会遇到啊？真正是宇宙之间第一等的好事被你碰上了，你太幸运了。啊，是什么功德最大？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最大，在这个世界造无量无边的福报，都是小福，念佛第一大。我们明白，我们今天帮助这个世界，
建佛教大学、建宗教大学，功德大不大？小，跟念佛比起来太小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拯救一个地球的，在地球上是第一等大事，在整个太虚空里的小事一桩。地球在太空当中很小个星球，不大。啊，这是我们生在这个地方，这一生遇到时，我们用这个来报方恩。啊，我们建学校，啊，帮助培养弘法人才，报方恩呢。啊，第一等的功德，最大的功德，无与伦比的功德，是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要相信佛决定来接引。啊，为什么？若无佛引，则凡夫自力不能往生。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所以佛一定会来接引你。我们对佛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真念佛人呐、啊！啊，报佛恩，第一桩重要的大事，就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，介绍是给别人，越多越好。啊，那么诸位，你有没有想到？我今天在这里做介绍，几个人听啊？啊，网络里都播放的，那多少人听啊？啊，卫星里面都播放的，听的人更多。啊，这些帮助传递的无量功德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于是乎你就知道了。今天很多企业老板想做好事，啊，有人有钱盖个大庙，塑一个大的佛像，哎呦，几百米高。几十米，几百米，几十米高。啊，福报大不大？小。这个传播的福报大了。你要真搞清楚了啊！现在建立一个网络卫星，成本很低 啊，不要干别的，你就专门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24小时不中断，你把它播出去，多少人跟着你念佛，你就成就多少人次，这个佛报多大啊。讲经是把事理讲清楚讲明白，让人家对净宗丝毫怀疑没有，发真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真正的福报，无与伦比的福报啊！我们今天有这种机缘，啊，来生要不往生，那个福报可就太大了。啊，但是这个福报不能想，想就吃亏了。一定要做佛去，做佛真的究竟圆满，那才是真正的第一等福报。啊，到天上去做天王，
小福报。啊，做转轮圣王也不值得一提。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要去贪小利。我们要得大利。啊，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老家，分身到一切刹土度众生。啊，真身感弥陀的恩。永远在阿弥陀佛身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